人看，眼前花朵好好看，疼爱的眼睁睁，把爱没敢忘记。I long to me， 那眼眨眼的拉低，那低呢？啊啊啊！眼看啊啊，那眼眨眼的拉低。谢谢阿宝唱歌，你们听得出来阿宝唱的是什么歌吗？莫安娜的歌，阿宝唱的是《海洋奇缘》的主题曲哦。谢谢阿宝。阿宝，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玩具？莫安娜的玩具哦。过年期间，大家看了《海洋奇缘》的电影吗？阿宝，你有看电影吗？有。阿刚一直说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对啊，我们家敢敢不喜欢看电影，然后看了之后又很喜欢。好，我们有两组玩具主要来介绍哦。第一组呢，其实买了一阵子了啊，海洋奇缘还没出的时候我们就买。看一下这一组呢，是它的小船，叫做 Canoe。妈妈也看起那个Canoe。对啊 ，Canoe， 它是莫安娜跟他去探险的时候。他的那个船是他祖先的船，然后有两个宠物哦，一个是普瓦，一个是黑黑 ，OK。然后这莫安娜的头发呢是绑起来的，然后这艘小船呢，它是真的可以浮在水上面哦，所以也可以拿去当浴缸玩具，还蛮酷的。那它也有其他组，我看一下哈，哎，这一组还有这一组猫椅的 ，OK。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也很酷哦，是比较新的，是2017年出的哦。它是一个，它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Moana Island Adventure Set， 是 Moana 的小岛玩具组哦，应该是海岛玩具组。然后它呢，你看这边有图案，哇，哦，它那个火山呢、啊，火山会真的喷火，不是真的喷火，会好像喷火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有个溜滑梯可以溜下来，然后他说 slide， 所以还蛮酷的哎，也是附了一个莫安娜，还有一个 turtle， 一个乌龟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呢？你好像就是有一个这个躺的，可以让莫安娜躺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乌龟呢，给它翻过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勺子，可以冲装水冲。然后莫安娜可以坐溜滑梯，然后这个门好像可以打开，然后这个也可以动哦，这个下面的那个海藻啊，还有鱼也可以这样打开来。好，现在打开的呢是小船组哦，看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个帆布呢组装上去，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好像是在这样子吗？是的。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把手呢，放在这边的把手是这样子。我好久那个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看莫安娜好了。莫安娜的手呢是一个握的那种感觉，她可以拿这个船桨 ，OK。所以我们给她拿一下，可以刚刚好的懂进去里面哦。你看莫安娜开始要划船了，然后她的头是可以动，手也可以动，然后这有一个项链哦，项链是装什么东西呢？那个 stone 是不是、那个海洋的那个 stone 很小，所以可以放上去。然后莫安娜的裙子可以脱掉吗？我们后来研究一下说有的可以脱掉，我觉得好像没办法耶，刚刚可以脱，是我们家阿丹研究出来的，你看，所以它跟那个小小国度 Little Kingdom 有点像，所以它是可以坐的哦，然后它脚也可以拱进去，也可以拱进去，也可以穿。来，我们请阿宝帮忙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谁？这个叫什么名字？妈妈，这个这个人可以。这个是黑黑，是不是宝宝？黑黑 ，OK， 黑黑会跟着莫安娜一起去冒险哦。然后这个是一只猪猪，是不是叫普瓦？那知道它的中文名字的朋友们呢，麻烦请在下面帮我留言哈。所以还蛮酷的、哦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贝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贝壳？哈、哦，贝壳。然后我们让莫安娜坐在这里，真的很可爱哦，哈、哦。这个位置呢，刚刚好可以给莫安娜坐。
然后呢，所以这艘船呢，等一下我们会去浴缸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会不会真的浮，真的漂浮，还蛮期待的。然后那一组呢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当成是浴缸玩具哦。我们等一下来打开。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这一组哦，是摩安娜海岛玩具组。我们请杆杆打开，杆杆没有说嗨。杆杆下课咯，所以我们要请杆杆打开。杆杆现在正在打开当中哦，还蛮多东西的。打开之后呢，有这么多配件，然后它有一个说明书，告诉你要怎么组装。其实组装应该是还蛮容易的，我觉得。所以就这个是它的底座，底座把它拼起来，然后还要我要这个，这个是在这边的，这个是这样子是吗？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海藻跟珊瑚礁还有鱼董上去，然后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在是这样子吧？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哎，就是这样子，还蛮简单的。OK， 你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摩安娜。摩安娜呢是头发放下来的哦，然后她也是有戴一个项链。OK， 项链也是可以拔掉。Oops， 请杆杆保管。然后头也是可以动。那她这只手啊是可以放下来的，不过她可以拿那个滑桨。然后裙子可以脱掉吗？她可以做，可以做，哈。裙子可以脱掉吗？我觉得是可以耶，可以其实。江江，好，然后这是摩安娜，很可爱哦。然后另外这个是乌龟，还蛮酷的哦。乌龟它下面呢翻过来就是感觉像一个汤匙一样，勺子的感觉，可以用来挖水。然后呢这边呢是城堡，不是城堡，海岛。摩安娜，摩安娜 ，Where are you？ 摩安娜，你在哪里啊？这边有个门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在里面。嗨，摩安娜！啊，你掉到水里面了吗？嘣！然后又可以从这边打开。嗨，摩安娜，你在水里面吗？拜拜。所以其实这个蓝色下面的就是一个水哦，是在海洋里面。然后呢，啊，赶紧让它溜滑梯看看，它有个溜滑梯可以溜下来。刚好，刚刚好，这一次好吗？卡住了，溜滑梯耶！所以呢，它这个可以当成是浴缸玩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吊篮，可以让它睡午觉哦，好舒服哦。然后，它掉到洞里面去了，蛮酷的哦。这里是可以打开来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，还有一个 trick， 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个 trick。所以后面这边呢是海洋。你可以把美人鱼放进来哦，像 Dora 美人鱼啊，还有艾丽尔美人鱼等等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有个机关，等一下我转给你们看哦，请翻过来，火山要爆发咯，嘣，我们看到，所以它的其实是一个火山，嘣 ，volcano。所以它是可以火山的，然后它这里面呢，感觉像是摩安娜的他们的家，有没有？是在那个草棚里面的那种感觉，里面有很多一些用具跟工具，所以还蛮酷的。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打开来的这两组哦，一组是小船，然后一组是海岛玩具组，两个都是浴缸玩具哦，洗澡玩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晚上的时候会让杆宝呢在浴缸里面玩玩看。OK， 我今天呢。晚上我暑假要办，一个 party。耿耿今天呢，学校要办爸爸女儿派对，是专门给爸爸还有女儿，办的一个舞会，所以。爸爸要穿西装，赶赶要穿小礼服，好期待哦！我好 excited 了 ，excited。可是呢，我跟阿宝不能去，好可惜哦 ，man，我都不能去。It's okay， alright， 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。所以摩安娜的这艘船呢，在水里面呢，真的是浮得很顺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把水加满，让阿宝跟赶赶进来一起玩啊。阿甘，我等一下呢，是让摩安娜从溜滑梯上面溜下来、哦。阿甘，我泥鳅，你可以用乌龟的那个勺子来装水。
我们其实里面已经放了很多 bubble bath， 还没满，因为等一下要再放。bubble bath， 金刚爆炸海。我们还要。耶、yeah ，那个呢？他的家。啊所以其实都玩得起来哦，然后刚刚木烧船呢也给大家看过了，所以真的可以漂浮哦。所以配合着我们其他的浴缸玩具组都可以玩得起来哦。Alright，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请干宝跟大家说拜拜。哎，没有说拜拜。拜拜。两个玩到已经疯了。睡好，拜拜。